没想到鸽子这次居然没有骗我，以前说要送我一个朵朵的皮肤，这是真的做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西瓜。这刚拿到的皮肤肯定是要试试手感的。一般朵朵的话有两种打法，一种是用二级被动配合冰冻保鲜，四级就可以稳定救援，我称这种为保守打法。还有一种激进打法，就是两个主动技能互叠，优先点出三级武器技能，伤害爆炸的同时控制也是拉满了。当然，如果对面猫是剑客汤姆的话，我建议优先点出三级被动，这样的话他就连都连不起来。你了，朵朵的话捡电池也是一个小学问啊。有人利用电池秒倒起身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电池一般不是往左边飞，就是往右边飞，有时候也会往上面飞。如果有掩体挡住电池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秒倒起身了。如果有掩体的话，你起码有50%以上的几率是秒倒起身的。我这一把的话是暴力流啊，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秒杀。你咋被打了？完了，要被妹妹暴打了。要变成他的素材了，完了。刮开你了。我这个肯定不会打，我站着不动他都打不到我呀。我真是真要去家园呗。应该是找我来了。还没有。在我们这。你搬了就回来找你，搬了来找你，这个推不了，搬了不了，还没医生在我们这。啊，那我开始推，我推。冰到了，没冰到了，他的罐子没了，没。穷追有没有？看没看？电到了，有穷追啊，这肯定有哎。他的船。上下三人彦祖没冰箱，不能乱下，我这乱下会被他穷追干的。对，他穷追上下啊，他又来抓我了。我上来就行了呀，不知道哪去了，还没走，但还在这里，但是没走，不知道在哪。哎呦，那我继推。还在。来，走，拉开。还有冲追的啊，我推得很慢的呀，兄弟们。没事，我现在快吃了。这个全踩了，不要给他吃。我踩了。就是一个油啊。不知道哪去了。我这里了，我这里了，我这里了。推。怎么电音都出来了？咋的？啊！不要砸了，要死了。我站着了。剑客姐姐，来！在我们这研究。红下去了。我去。得推一下，等级太低了吧？换位置，这边下不来。换位置。右边。火炮把桶子。还在我们这。还在我们这儿了。在这。我都不敢推啊，这。走了，不见了，要么隐身，要么走了。在我这，推完吧，四级。对，我最后隐身，这应该是五级吧？这个怎么过？哪有五级？我们现在才三级。啊，一块。我这个这么好走。没累了，你走，球队都没掉，怎么走啊？死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小六子，把这个奶酪推了。推了，强推了。走了，我已经走了，回去了，看电，回去了。电到了吗？没电到。还有钱没带？丢到了。第二个没丢到。有二倍。我给你来一炮。啊，好，破了一个穷追啊！有你这么玩的吗？我这没丢好，放心，我能救你，好吧？你还是别，你们一个两个现在咋的呀？等会儿，不着急好吧？破一个穷追嘛，把这个穷追一直在不好打呀。哎呦，被舔死了，那也来摸一下，对吧？摸一下。你看，你都这么通情达理，他没霸体了呗？买盾，你们坐着吧。没家子，输也回来了。我纯运气，他也是纯运气的，我知道。你自己蹭上去的，纯运气。有家子吗？你纯菜，没家子。我怎么知道那个球是他扔的吧？我是服的，我说你是服的。对着。我跑得很快，走不了一点。有机械鼠下来。这一切都拜大西瓜了。
哎，对呀，你总要找一个的呀，我都刚刚砸你下来了，你看我这不又救你了，这不又把你电了他一下。哎，我这能锁吗？挡他挡他，快点，快点，帅哟，差一点伤害兄弟。走吧走吧，先走吧先走吧。那也是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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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东西都没吃了，这全速退哪了？出去的问题是拉着你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一个车。哎，是个那个啥，你这这么寂寞。哎，这他没盾了啊，戳他一下。哎呦，用那个电池，用那个电池丢我一下。很残，你一血啊？很残。我先救。你救。我先救吧，我先救。我救，我蛇姐，哎，我你早说啊！那你直接救呀，那个时候。哎，我来不及。啊，那但是，还得再出去两个。不随便出去吗？帅帅，帅帅。死！哇，这个杀害真的给力啊！好，又死了，冰到了，冰到了，抢掉。先出去啊，不要紧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小心啊！那就小心点。这就好了。我就没怕过谁。好。没怕过谁。来，我给你一个好东西，好吧？我回个血，我回个血。要不吗？帅帅帅！那不要紧。喜欢跟我玩是吧？没吸的嘛，没吸的嘛。有泡泡啊，有泡泡。来来来。给你吃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就你老虎打人，弄啥兄弟？喜欢打人，死了！喜欢打人，温柔点，太凶，帅！喜欢，哦，你在上面，好，喜欢锤子，哇，好，又是兴奋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喜欢用锤子轰，锤子，锤子钩，没打死。